上个星期我在 Facebook 加了 Batman，Batman 现在是我 Facebook 朋友。今天我要和 Batman 视频。喂，你是谁？哦，喂，您好，请问您是 Batman 吗？对，我是 Batman。喂，你是谁我是 Crazie 老师。？Crazy，Crazy，这个名字听起来像 Joker 的朋友。你是 Joker 的朋友吗？Joker 是谁？我不认识 Joker，啊，他是你的朋友吗？不是我的朋友。他是坏人，他是个坏人我没有坏人朋友。啊。好，所以你为什么叫我啊，我是 Chris 的老婆。Chris？哪个 Chris？有很多的 Chris 个教英语的 Chris，啊，叫英语的 Chris 啊，我认识他。他又聪明又帅，他帮助我学习科学，所以他怎么了？我找你是因为 Chris 被打了，他的眼睛变紫了。是谁打的？我会打他。Chris 说是你打的。是我打的，什么时候是我打的？他说是上个星期三7点你打的他。上个星期三晚上7点打的，应该不是我，因为上个星期三晚上7点。我跟 Robin 打牌，两个人打牌。我们两个人打牌，然后 Robin 有点饿，所以我们叫了外卖披萨。好。我们叫了外卖披萨以后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吃。一边吃披萨，一边看一个爱情的电影。好，所以上个星期三晚上7点，你和 Robin 在一起。对呀。好，我可以去问问 Robin 是不是真的。所以上个星期三你没有来 Florida。没有来佛罗里达。我不想去佛罗里达，佛罗里达太热了，也太多的蚊子。他怎么知道？那 Batman，你喜欢吃黑的东西吗？我特别喜欢吃黑的东西。我喜欢吃黑莓，也喜欢吃黑豆。还有黑甘蓝。啊，我们上个星期三晚上7点吃的披萨就是黑甘蓝的披萨。哦，好，那你喜欢吃黑巧克力吗？黑巧克力，我对黑巧克力过敏。我吃黑巧克力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很难听，听起来像。你好，我就是巴曼，我要杀了你。天呐，我不喜欢这个声音。对，我也不喜欢，但是是我的过敏。有个人打了 Chris，你可以给我看一看他的照片吗？你看，这是他的照片，他的眼睛紫了，鼻子也有一个伤口。有可能只是 COVID，是 COVID？有可能。我知道 Chris 上个星期得了 COVID，你看，他头疼，
他也发烧，他也有一点咳嗽，可是我觉得没有人得 COVID， 眼睛会变紫，还会有伤口。但是每个人对 COVID 的反应不一样，有可能这就是 COVID Alpha Omega Omega Gamma。好吧，或者是 Joker 做的。我觉得 Chris 不认识 Joker。你知道 Chris 有什么仇人吗？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觉得没有仇人。但是我可以用我的电脑看一看。你外面你家外的监控。我家外面的监控。对，你家外面的监控。我家的外面有监控。哎，你不知道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好，你看。OK， 我要看。上个星期三晚上七点，我只看到了一个很胖的男人。一个胖男人。我让你看一看。看起来像我们的邻居。有可能是。对，可是我们的邻居这个好人，他很善良。除了那个胖的人，还有几只鸭子。看样子我要和我的邻居谈谈。谢谢你，白曼先生。不客气。那我们再见，白曼。再见。你觉得是不是邻居打了 Chris 呢？你相信 Batman 吗？ Chris 为什么骗我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请关注 Crazie 老师，下次有可能我们就会知道。You do not record Batman. You have to say 看到 when you actually. I don't have to say it. Yes, you do. 好，这是他的照片。Hey, Chocolate.对我过敏。No. Hey, chocolate is not allergic to you.